后面那个蹄子歪的特别严重，都瞎歪，你看了吧？小毛驴，你也不热不热？这么厚的毛。你娘呢？娘，咋还不来？好爽，爽死了，馋了。爽死了，小岛，这爽死了，整点水了。嗯，一刀就掉来了，卷住了。对，这个卷了，这个。咦，小丽。咦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拉，小丽。这是个烂摊，坏了里头，坏了里边。小周，小丽只脚，小丽，啊，小丽，小丽，哦，好嘞。这个刀可不能买，这个刀。这刀看着利索的很。这我搁那我这，这是几十年了。大体上是五到四代。你把头盔扣的没事，可不是真的。你看也有票。有。群鹿还啥来着？谁呀？群鹿。不是我。群鹿。咋净？底下我看你给治那个歪的，就在锅里很。这底下我看你不是给治那弄的。别不能。你咋看好看了？我感觉治不好看的。哎，有垫上怎么还有血？对啊，你不不是说你不能去了呢？对，那是已经到了根儿去了。蹭的，他本身是蹭的，严重的歪蹄儿，还特别过。歪这个歪狠了，给他，给他弄那给他什么那老皮过色掉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恨不得这老人吃了也成不了这样，对吧？这你不管了，再喂不粘俩里边，不粘也就那啥了。你不是都在那喂。看一下师傅修好的效果，果然现在一点也不怪了。